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由复利来讲起。何为复利呢？我们一个例子的话呢，让各位同学，呃，列出来以后，同学就会比较容易了解复利的公式的算法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从例子来看，我们的话呢，今年初存进了银行是一百块。假设年利率啊，这个很高，但是我们的话这样比较好算。假设是百分之十二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百块给十二块。 那么假设的话呢是这样子，我们复利一次，这个地方我们用问号来取代一二三四题。来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题目，如果是十二个月复利一次，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我们放了一年，只算了一次利息。那同学知道应该要怎么算？我们的算法是，原来的话呢是本金是一百块，再加上利息的话呢是，一百块乘以。 百分之十二，那各位同学的话说，哎，这个题目我一写就知道了，是一百一十二块啊。那么，请各位同学的话呢，看一下我这个算法，你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呢？这是一百，这两个都是一百，这是相加的。我们这样写好不好？把一百丢在外面，然后这个地方提出去以后，这边就变成了一加上十二趴。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你让我写写在哪里呢？写在这边，一百叫做本金，一加上十二趴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题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。第二题的话呢是六个月复利一次，这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。我们目前的状况的话呢。 六个月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们六个月复利一次的话，就代表的是放了一年，应该是滚了两次利息。那么各位同学来想一想，来我们来解释一下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一百块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半年滚一次，这边滚一次。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这一段，我们应该会变多少钱呢？我们来想一下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应该是一百加上一百乘上。 各位同学，这边不是十二趴了，为什么不是十二趴？因为的话呢，它是一年的话呢是十二，可是中间的话呢，半年的话呢要滚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六趴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来了这边以后，各位同学来想一想，一滚一滚完利息以后，它的本金会变什么？一百刮胡一加六趴，这是本金喽。 本金的话呢，又再去滚一次，那么是不是应该这一段要怎么算？一百，现在是本金，再加上本金乘上它的利息，利率的话呢，固定都是六趴。那各位同学来看一看，我这边跟这边是不是可以把它。 集中在一起，我们把它写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知道的一个概念了。这边的话呢，两个一提出去，这边又是一个一，所以是一加六趴。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，这个跟这个相乘，这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就会变成了二次方。来，我们来写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一百，刮胡一加上六趴。 但是它有几次？因为它是相乘的，这是两次。那剩下来的我就不再继续说了。各位同学来想一想，三个月本利和要怎么来怎么拆？我们来想一想啊。这个地方教师代表的是滚两次，这边就要除二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本金，我们是照写。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，一年有一年的话呢，如果说三个月复利一次。 那么我们一共总共滚几次呢？滚四次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各位同学的话，你想一想，因为滚的滚的次数越多，它中间的时段就越短，那么年利率当然就要再除一下，这边要除几呢？十二要除以四，所以答案是三趴。在最后一个一个月，一个月就复利一次了。那么我们一共滚了几次？ 我们的本利和的话呢，一共滚了。这边的话呢，不用说了，大家应该知道了，滚了几次呢？滚了十二次。那么如果这边滚了十二次，那这边应该是加上几趴？一趴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简单的复利的公式的推导。我现在来讨论的是连续复利的问题。我在年初的话呢，存入银行一块钱。 那么年利率是一百 percent，每秒复利一百万次，这个的叙述只是告诉我们说它是连续在滚，那么我们就这么说了，滚了 n 次，n 趋近无限大是这么说了。那么明年初的本利和是怎么算呢？我们来根据我们前面的复利的做法，本利和的话的算法，这是本金是一元，那么年利率的话呢，我们要刮胡一。 再加上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年利率是一百 percent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我就写了一百 percent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讨讨论一下，我们滚了几次？我们滚了 n 次。那么这边是 n 次，这边就是补上一个 n 分之一。那注意的是，这个地方是 n 趋近无限大的意思哈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一百 percent 就是一。 于是这个地方，整体来说它就是一加上 n 分之一的 n 次方，也就是 limit，也就是 limit n 趋近无限大一加上 n 分之一的 n 次方。哎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欧拉数的定义啊。那么欧拉数的话呢，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它的话呢会往欧拉数靠近，也就是说它这个的本利和。 我们一直不断的滚，但是也不会变得太大。它会变成多少元呢？一，会变成了一元。这个一指的是 Euler number 啊，一。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就可以知道，连续复利的话呢，它的最后的结果，我们不会变成无限大，它只会变成了两块多。